就这些，你们算下去。大晚你出去这么近，你怎么说？哇，这一口不得八十啊！八十。你先选。嘿，那我就选这个了。哎，我也这个。小到小，全是海鲜，不是海鲜吗？海带也是海里的。What?
老板，不要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难怪辛苦也辛苦。啊？你是啊，一人一个。怎么了？你这里有什么问题啊？没什么问题。烦死了！这所谓鞭炮一响，黄金万两，让我想起了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家买了好多鞭炮，我儿子也放，我也在放，我女儿也在放，放得好开心啊！然后我们一去吃饭，吃了排骨，吃了鸡，吃了鱼，吃了以后，我们又去看了春晚，好开心啊！美好的回忆又让我想起来了。啊！我妹呀！这又让我想。以前不是拿这么多话唧唧歪歪的。看来挺好。哦，这个颜色好看哦，好精致哦，你看。我早上都没吃，你叫我吃中饭了。这两餐其实不是变化菜吗？难怪不在，我们就吃一个菜啊。这比我在广东打工的时候的生活还差。那食堂里面最少也有两三个菜吧？你现在就一个菜，你真的给我一个交代吧？每一次想好好跟你沟通的时候，想架设桥梁的时候，你就不说话，就好像石头扔到大海里面，没有声音一回。你这撞完水平也不咋地嘛，下次让我来撞，我先选。你要什么资格先选？你看，我是为了你好，结果你自己抢了过去。这下好了，我赌都救不了你了。电影里面有多少配角，实话多。先作孽有口味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你看，两只麻拐到我家了，本来真是你的，两只都吃吃不完。到了，哎，这么说，这可以。别了，看雷米。干了什么事吗？鼻子吗？我看你每天赚的那么辛苦，今天我来赚吧。烦不烦你？新来的还是要抢？你这单应该我先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排除你作弊的嫌疑。做人做事应该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，这样做就显得你很正直。我都是为你好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杨老板，你来。杨老板，你闭嘴。别看杨老板外表粗犷，但是吃东西还真讲究。你看这腐乳外表辣得通透，内在细腻软糯，我离这么远都感受到浓厚的风味和淡淡的檀香，高，真是高。
好久了，爱你哦，烦死了。小卡比，你小时候吃的挺咸的，你吃啥？先这么管，后头洗碗。你想让我洗碗，你就说嘛，我又不是不洗。洗个碗算什么？我都洗了两年半了。看到这个豆腐的，我就想起我外婆小时候。外婆，鸡腿也不吃吗？你看这鸡腿好香啊！我还是先吃豆腐吧。只要你吃得好，我就是你心中的一块宝。哎呀，谁知道我比你吃的还好。我不是你吃的老。这个腐乳真好。丝滑柔腻。今天吃好东西，你们谁先选？如果你们两个不说话，这两个就留给你们吧。我选这个了。你是抓，你不能先选。我选这个是为了你们好，我把好的留给你们。既然不吃好的，那我也救不了你了。看吧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所有刘兵不识好人心，和你们。哈哈，比他瘦了都不错。本来你可以选择一条更好的路，你偏偏选择了狭小的路。肉紧。
们两个人都不懂得我的良苦用心啊！我懂你个鬼子！你看，我说了你们也不听，说了你们也不信，信了你们也不做。原先我有生气，说了这么什么？闭嘴！等一下，你们前几天去长沙，怎么没带上我呢？搞得我在家吃不好睡不好，一天在门口换十次，一个换吃了三天，你像话吗？你这还有玩法吗？你还有友情吗？好好好，下次带上你，今天你先吃。这个头伸进去的感觉给你演戏。你暴力倾向的结局都不好，不是生病的就是白的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打我，一般长得丑的人心机都特别善良。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这是叫你演的都。你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你说的没错。哎呀，大嘴巴，有气闷闷。你是什么？快点地。